秒懂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张小龙，1969年12月3日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。2000年4月18日，张小龙以1200万元的价格把 Foxmail 卖给博大公司，并任公司副总裁。5年后，腾讯收购 Foxmail 软件，张小龙加盟腾讯公司，全面负责并带领 QQ 邮箱团队。2010年11月20日。腾讯微信正式立项，由张小龙负责。2011年8月2日，张小龙任职为腾讯公司高级副总裁，负责腾讯公司广州研发部的管理工作，同时参与公司重大创新项目的管理和评审工作。2017年5月11日，被授予华中科技大学杰出校友。2020年2月26日，以110亿元人民币财富，名列2020世贸深港国际中心胡润全球富豪榜第1805位。